第五場的淘汰賽，黑方是 Harry， 紅方是索斯。第一局可以開始啦。好頭，係啦 ，Harry 落一分。第二局，中頭，中咗頭，都係中咗頭。Harry 落多一分。第三局，都係中頭。係啦 ，Harry 又多一分。好，第四局，都係中頭。撞車有冇好失落？好，第五局，都係